演奏啦，不管我拄仔咧介绍，我要唱歌，哎，你们俩拢无反应。而且我看伊讲吼，今仔日妆容甲别人无同款哦。妆容啊，今仔日佫有带家私出来有无？带着小麦出来有无？哎呀，哇，第一次碰到呢，也第一次听你的演奏，非常的厉害呢。哎，不能始终伫个即个乐团内底都做演奏嘛？哦对吼，哦，今仔日就无简单呢。一般咱若乐团演奏吼，一个凊彩叫拢爱开5000块呢。哦，今仔日头家我若无少重资，我甲下重本位吼，啊甲聘请来到遮，叫什么名字？丫头。丫头。为什么叫丫头？对，就从以前就叫到现在。哦，是哦，从以前以早就开始叫这个名。囡仔屁的时阵，人都安尼叫阿妈。十几岁哦，十几岁，啊是大人来甲你叫丫头，你会感觉讲咱袂输恁家的祖干无？有安尼想无？没啊，其实以前叫丫头吼，是因为他们家的小朋友非常的可爱，嘿，阿妈足活泼的，嘿。做好动的，啊，所以就甲叫丫头啦。嘿，丫头这个称号，我会记得是安尼来啦。嘿，我感觉是安尼啦，唔是讲人咧讲的查某囡啦。那是古早时代。丫鬟，哈哈丫头跟丫鬟差一个字，可是差很多。古装剧看太多了。哦，对对。嘿，古装剧看了伤侪，叫你内行的。好，啊，今仔日早来几首的这个演奏。四首的演奏就对啊，哦，拄啊演奏第一首是《多情玫瑰》哦，啊，即马第二首要来演奏是，中风高勇敢，连白日都讲袂认真，你看，来，然后中风高勇敢，来，来降音，降到那个 BM， 来降，阿明老师降音，高架。国家，好 ，B S A D 啊 ，D 啊 ，D A D 的 B， 好 ，D 来，老师 D 来 ，D A D 的 B。